網球啊，喂，老實講啊，講佢嘅粗口，你啲人就放撚大到不得了。但佢話講英文 ，wash out 唔係 wash out，wash out 咁啊。但係佢仲有句好難解釋嘅喎。唔係，你講乜都好啦，你講粗口都冇問題嘅。wash out 唔係 wash out 咁樣 ，wash out 就即係我哋嗱，我覺得咧嗱 ，wash out 我最唔信係咩咧？我最唔信 wash out 就係你哋班呢單嘢啦。我要講講呢單嘢，呢單嘢好笑嘅。咁首先要講咗呢個日本呢、這、一個。日本呢個打乒乓波咧就鬼殺咁嘈，咁咧就係亂咁嗌，咁咧就係俾人嚟嘲笑，即係日本人咧都睇佢唔過眼。咁呢一個就係中國隊，中國隊。嗱，大家聽下佢嗌乜嘢嚇？呢一個係嚇中國選手陳清實，佢咧就喺度嗌乜嘢咧？大家聽下。嗱，大家話佢係咪講粗口咧？即係我如果我判咧，我就判佢一定係講粗口。喂，你解釋你嗌乜嘢先得㗎？呢個當然呢個就其實就係個粗字啦，係咪？呢個係嚇，呢個係個粗啦嚇。唔係你嗌乜嘢？你喺度話俾我聽，呢個係嚇。不好意思，這個呢是一種贏球氣勢上的鼓勵，可能發音不太好，是你，我也接受你發音不太好，那你其實想說什麼才告訴大家，這個是，啊，誤會了，這個是，去調整的發音，這個是，呵呵，那你不如學講廣東話吧，我屌，呵呵，就是呢，他說如果廣東隊對外國踢球呢，就是對外省隊呢，廣東人一定贏的，為什麼？因為呢，廣東音是最響的，這音和挑，挑，就補回一點，粗，你差好遠，你知不知道？挑，挑，所以廣東人喊得最響，粗，差好遠，這音和挑音是最響的，所以廣東粵語的優勢就在這裡。你阿收工翻屋企啦，即係衰撚個於飛啦，冚家產。冇啲擔當。阿於飛？唔係，即係咁。阿於飛直情冇衰。哦，鄧飛，你咪講。哦，鄧飛啊，鄧飛都係冚家。喂，咁啊。即係搞笑嗰個鄧飛啊。如果鄧飛嚟講，就兩個都咁差唔多嘅啫喎。係啊。係啊，鄧飛都係。兩個都係。係冚家產度好撚高啊。抵你係靠條女老點咋？你靠支援老點咋？靠住兩粒的嗰咋？好大隻，好大隻，好大隻。